张继科欠债不还，反而将景甜推上风口浪尖。原本被称为人间富贵花的他，因私照风波牵连，近来屡传抑郁症复发，需要工作人员全天陪伴。早前现身机场时也是脚步沉重，不愿面对镜头，显得十分萎靡。同样身处舆论漩涡的杨幂，早年也曾被传出负面新闻，不过相较于景甜的心事重重，杨幂洞察人心的技能更强，所以才会有爆料称杨幂早就知道张继科是渣男，还提醒过景甜张继科不是老实人。看起来是竞争对手的两人，原来私下交情还不错，难怪之前出席红毯活动时，杨幂对景甜十分客气，不仅让路景甜先走，还特意伸手扶了对方一下。不过同框对比下，37岁杨幂的仪态真的不怎么好，低头抱胸的站着，好像佝偻的老妪，没有35岁景甜明艳娇俏的少女感。穿搭小技巧，吊带连衣裙，穿搭优点。凹凸有致活动中的景甜身穿一袭黑色吊带裙，修身设计完美烘托出婀娜多姿、凹凸有致的身形，小 V 领的设计更是格外性感撩人，前胸上独特的花朵形状外加钻石点缀，不仅让剪裁普通的套裙瞬间提升质感，展现高级魅力，还给深色系的布料提亮了不少，与景甜独特的优雅相得益彰。发型上，景甜也没有选择复杂的编发或者大波浪，而是简单的扎了个干练俏丽的丸子头，将迷人锁骨以及直角肩的线条展露无遗，搭配水滴康耳坠、钻石戒指，女明星的雍容华贵瞬间爆发。清爽妆面没有额外多添加眼影的渲染，只着重烈焰红唇的轮廓，真是撩人心扉。黑色礼服曲线流畅，将景甜曼妙身姿衬托得分外养眼，尤其是美人鱼式裙摆，既拉长了景甜的身形，又将臀部的小巧压缩到极致，这款造型太挑身材了，也只有景甜这般的人物才撑得起。穿搭小技巧，长袖连衣裙穿搭优点，清新大方。与景甜一起参加活动的杨幂则以一袭淡绿色长袖连衣裙示人，虽然波浪花纹的设计让整条裙子看上去颇具仙气，裙摆褶皱处理又增加了轻盈灵动感，但和明艳款景甜同框，这套纱裙就有些俗套寡淡了，特别是直筒到底，又没有别具新意的挖洞小心机，完全体现不出杨幂的身材优势。尽管她做了收腰设计，可离开精修图后就能看出这种松紧式的束腰，让杨幂小蛮腰显得十分臃肿，一点不像 S 分腰的不堪一握。唯一可圈可点的就是杨幂身形够修长，即使曲线有些瑕疵，但身段比例还在，不至于输得太彻底。原来被称为合影杀手的杨幂也会有出错的时候，面对景甜的大红唇诱惑，杨幂淡雅的妆容明显被比下去了，尤其是两人站在后台窃窃私语时，杨幂弯腰驼背的仪态十分不雅，反倒是舞蹈出身的景甜站得比之有型。这一仗景甜真是赢麻了，不论是个人气质还是皮肤状态，景甜都轻松胜出。反观杨幂本身肤色就有些发黄，加上她表情严肃又有点不耐烦，愈发丧失女神光环的诱惑了。